红色比较可爱。没有你可爱。开心大宝粉蕾，吹金宝粉蕾。他一样是主角。好。2020年4月22日星期四的水晶宝宝分类，3、2、1 action， 哒哒哒哒哒哒，嘿，好，我将要分类水晶宝宝，不是分类颜色，我要分类姐姐和我的量。那刚刚我已经分类的差不多，那我现在要从姐姐这边开始分类。快分完了、欸、你就一直在分这个而已啊、哦、这边就可以快转就好了呀，之后我就跟大家说颜色，我分完之后会再介绍这些的颜色。好，分完了，各位看到我刚才快转发的那些，快速发的那些小金宝宝，他们都是同一种颜色。这个是第一种水晶宝宝，桃红色。这是第二种颜色，红色，红色比较可爱。没有你可爱。三种颜色，绿色。哦，好像比你差一点呢。为什么小孩子那么黑？第二种颜色，这个是 紫色吧？还是黑色？这是紫色。紫色没有黑色。紫色很漂亮哦。你把紫色放在小孩子前面。紫色就不见了，没有把它放在它的皮毛附近，有没有？相机看不出来。哎，哇哇，这边太厉害了！这是蓝色，这是黄色，我们的最后一种颜色就是橘色，橙。计算完了，我要泡水了。哎、欸，那个相机转一下，我要泡水了。先泡我的，再泡姐姐的。不要移我的位置哦，左边姐姐，右边我。我要拿水过来吗？还是怎样？不用，我你那个相机，可不可以不要倒退的？拍你啊！泡哪一个？这个好了，给他喝好一点的。可以了吧？可以。可以长大。已经长大了。你要放哪里？我们先把它们放回去。它已经很大了。你要在哪边说？把它放这边。再来，这是姐姐的，去看姐姐的。这是个泡，给它喝好一点。嗯，过滤过的水，逆渗透的水。它会满出来啊，它们长大后会不会满出来呢、嗯、会不会满出来？不会。那怎么办？好，各位观众，以你们的视角来说，左边的是妹妹的，右边的是姐姐的。妹妹的，姐姐的。对，姐姐要不要放这边？妹妹的，姐姐的。姐姐的放这边，对不对？好，左边的是妹妹的，比较少水的是吧？哦，对。那说实摄影家，
雪晶宝宝它有各种不同的色，然后它长大之后，因为盆子塞不下，我把它装到那个袋子里面，这是我的，这是姐姐的。都变这么大颗啊？对，它一开始那么小颗，变成了那么大颗。然后呢，有些这些雪晶宝宝还是很小，还没有长那么大。就是水晶宝宝比小时候的时候比小时候的水晶宝宝比较小，这好像弹珠呢。你拿这样给相机看来，妹妹。远远的弹珠。嗯，很像弹珠，有没有？对，很像弹珠，而且它还可以拿来冰冰。冰冰的呀。对，冰冰的。哎呦嘞，哎，软软 QQ 的，好像什么？这好像那个粉圆啊，这是粉圆那个珍珠奶茶啦，珍珠啦，不是粉圆，是珍珠，很像珍珠，珍珠奶茶的珍珠。好，我喜欢我的水晶宝宝，今天就想要美化它，那我都是新的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还记得我的婚柜嘞，啊，婚礼嘞。